主要是因为这次的卡努台风已经远离台湾了，但是你可以关注到在中部南部这一次的雨真的是下得非常的大，甚至在嘉义南投等等地方都传出了相当多的灾情。要来请问雨杰的是，这个雨接下来还会再继续下吗？整个接下来的台风天气状况，我们把时间交给雨杰。好的，的确应彤你刚刚说的没有错，就是在接下来的天气状况呢，其实也都还是要防范的是大雨的这个部分了啊。好，那我们现在就先来看到呢，其实我们从这个风场图呢，可以很明显的发现说呢，虽然说呢台风是在逐渐远离啊，但是呢它的这个风场呢所带来的这个风向呢是吹西南风，所以呢也就是说在中部还有南部地区呢，这个雨势呢在今天大家都有看到了，几乎是致灾性的大雨，也为这个中部山区，尤其呢是在南投一带呢带来非常非常大的雨势了。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来看到了这个雷达回波图。其实呢，随着这个台风呢逐渐在远离的一个过程当中呢，它还是不断因为西南风而带来了这个水汽了啊。好，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刚刚的风向也可以了解得到呢，在北部地区还有呢，在其他的像是中南部的山区呢，今天晚上开始这个雨势依旧是会下个不停的。那我们就来看到了这一个灾防中心所提供的这样子一个地区要特别注意的，也就是说在未来这一个小时之内呢，还是有可能会降下大雨的地方，包含了就是像今天呢我们不断提到的哦，就是在这一个山区的部分了，像是呢在高雄啊，还有台中以及苗栗呢，都还是会有这个比较大一点雨势发生的机会啊，甚至呢在这个靠近屏东的部分呢，也都还是有大雨。不过要提醒大家，就是呢雨下的最多而且最密集的地方呢，依旧还是会落在这个南投的山区。因此呢，气象局是持续发布了这个豪雨的特报。我们来看到下一张图，好，中间这个紫色的区块呢，就是在南投的山区。那我们来看到这个数字哦，其实累积到今天的下午五点左右，在南投县的仁爱乡，这个累积雨量已经来到了731毫米哦，这个已经打破了当地这个设站以来的这样子一个累积雨量的数字。那么除了在南投县仁爱乡之外呢，今天前七名的这个降雨最多的地方都是在南投的山区，还包含了庐山，也同样是雨势非常大的地方。那么另外还要来看到就是在嘉义县了，其实在红色的区块这个部分呢，也是有来到大豪雨等级的。所以呢在嘉义县阿里山乡呢，今天的累积雨量也已经来到了388.5毫米哦。好，那么还有包含像是说呢，在周边的地方，也就是说呢，在往南走，南部的山区也同样要特别留意，雨势还是会下个不停。那么继续我们要来看到的就是未来这12个小时之内雨会怎么下。好，今天呢，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个雨势都还是集中在山区的部分哦。那么呢，天气状况是相当的不稳定，而且雨势也是非常非常的大的。好，那继续要来看到呢，接下来呢，这个雨区呢会稍微再扩大一点点，包含呢像是在这个北部地区，在入夜之后呢，天气状况呢也会稍微变得比较不稳定，平地的地方也都会开始出现一些雨势了。好，那再来看到到了明天呢，一样在山区的部分红通通的一片哦，所以到了明天这个雨还是会下。虽然说台风逐渐远离了，但是呢西南风带来的水汽真的是不容小觑。好，那么除了在这个雨势的部分，另外呢在这个风跟浪的部分，我们也要继续提醒大家。从这个图可以看到呢，在黄色的区块呢，其实也就是说这个浪高都还是有来到3米以上哦，所以呢，我们要提醒大家的就是说，在附近海域的这一个风浪呢，都还是比较大。那么另外呢，像是风势的部分了，气象局呢还是持续发布这个强风的特报哦，特别是在北部地区，还有整个西半部地区，另外呢，在南部地区的沿海都还是会有比较大的风势，所以一定要特别注意。至于呢，在背风侧的这一个，包含像是宜兰、花莲跟台东呢，则是要注意温度会比较高，因为像是今天呢，在这个台东的部分呢，就出现了37.7度的高温哦，所以呢，接下来天气状况呢，真的是比较极端一点点。在山区的部分，雨势非常大；而在这个东半部地区呢，则是非常热、非常干，提醒大家一定要特别留意了。那么，再把时间交还给应彤。Hello， 我是林仙怡，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